就在淘宝订了这个麦克风，又可以当 speaker 用，又可以直接唱歌那一种，所以你就可以跟他说 KTV 这样子播 KTV 的歌，然后这样子唱唱唱唱唱。然后它这个盒子就是那个打开用麦克风，然后还有一个充电的东西。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很棒的是哦，你看你播音乐还可以高低音调整哎，最靠自己的音色来唱歌。然后这麦克风还有分 iOS 和 Android 的，所有手机款都可以用。它可以调整音量、大小声，还有混音，这个是回音最低的，它还可以回音更高。嗨，大家好，这种喽就是给蔡常永唱的，你知道吗？因为难听的人唱歌就需要用那种回音很高。哇，你要展现出来的。不会啊，指的最低。对啊，指的最低啊，唱歌那么难听，唱歌都难听。哇，蛮客制化的嘛。来，你们想听什么歌？对比，大致上这麦克风就是这样子，可以买一个来给家里人玩，老少咸宜。然后现在我要讲游戏规则是什么？这个游戏就是猜韩语歌，猜韩语歌真的太简单了，要有那种白痴进来才会比较好笑。我们在场有两位人是对韩文歌不太了解的，所以就是由他们戴着耳机听，然后听那个韩文歌里面在唱什么，直接唱出来，让我们这些比较懂的人来猜那首歌是什么名，歌手名字啊、团名这些都可以。唱歌的那个人不能哼歌，就是哒哒哒哒哒哒哒，这样子就是太明显了，完全会知道，只能用当下你听到什么歌词，就要用唱得出来。现在我们来邀请我们的参赛者。智障，就我们两个人就来猜拳，来决定我们的伙伴是谁，我们最不想出道的人是谁。老张，我跟你说，老张是完全没有听韩文歌的，真的是超可怕的那一种。所以要给他蹦，可以啦，干屁事啊！就要蹦。准备好我跟 Bo 的歌单了，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歌，因为毕竟我们也不是完全很韩迷的那种。差不多说，我们游戏开始。大家，我准备一个小礼物给佩玉，给佩玉选一个，给这个。天哪，这是我啊！我拿什么？拒绝虐狗。怎么给我这个？你就是狗啊！拒绝。亲爱的朋友，你们在哪里？好紧张哦！我要戴上耳机喽，完全听不清，这首歌不可能猜不到哦。아니면은안된다잘하지도못하네아니면잘치나그저바라보며베이베베베太子，对，哇，你厉害，直接不猜歌名，猜那个团体，感觉书生组很可怜呐。这个你是不是从那个贝贝贝贝那边猜到？因为前面真的太难听了，真的。哦，来了来了！你们在哭的哪里玩呢？哈哈哈哈哈哈！唱歌的他，他去哪的？G D。现在也猜到了。我应该选个老钟的，我不知道他这么难听耶，我真的听很久。反正很没心没肺。아마잠깐그러면안돼왜요진짜완전한와우 Fantastic Baby 빠아저거是感恩大好吗？我就错了。Wow, Fantastic Baby Dance. 我完全没听过，感觉。我这一首有可能猜不出了。突然抓到诀窍了，就是要听他唱那句，我唱那句，因为我都是跟他同步唱，我就很奇怪，我这样才唱出来。妈的，我懂了。哈哈哈哈哈哈！妈的，这个，啊对，我这个。哈哈哈哈哈哈！妈的，这娃娃，这娃娃，这娃娃，嘿，好，好，来，阿基玛。哈哈哈哈！那什么，猫猫嘞？幸好我没当歌手啊，那个梦
你有什么资格谈这个梦想？梦想是每个人都可以拥有的，是可不可以去拥有而已。哈，一级很高音哦。做这个呢，为难做这个，怎么可以？手了手，我手了手，这要慢呢，我手了我手我手。这是哈哈的歌吗 ？Yes, I love your face, your face。啊，帅 ，your face。而且感觉你不要这么律动，我就是这样子走。宝贝，你要这个掉了。OK。你选择我是对的，宝贝。马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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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当先生，马德马德，马德马德，哎呦，你比你就会被粉丝通杀，对不对？大家这只是个游戏罢了哈，请爱优的粉丝检举蔡昌永。我猜测了，但对你们一定要检举他。大浪的海大，这边好标准。完了，因为这个影片，我的歌手梦从此不见。海大，乌伊干曼呐，心有寂寞。海大干你妈的，乌伊干。杀不喽！好快啊 ，baby。我的音质还是有了。是我真的很喜欢他们。耶，十题，我们总共答对十题。哎，你们用了十八分钟就已经答完这个题目了。像我们改这个形式，我觉得全对呢太简单了，我们来改速度好了。对，他们下一组完我们就改速度。那我们欢迎下一组。你们两个产品，你的老庄已经是科科了，然后书生就给他带领了。对，我们要赢哦。赢了。不要哦，不要这样气馁哦，我们要厉害的。生气吗？当终于解脱一点，一安心完一个，一起跟着呢，一起跟着呢，聪明点，开心。You want to know that
开过两次，我就告诉他。嗯，他好开过。白痴啊！他故意开浪费我们时间。什么？唱过你也不知道。他不知道唱过这首歌。你不要一直同一首啦，是他唱得很好，还是我觉得有点笨？感谢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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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真的是真的哦。为什么我一直重复？不要再按了哦，再按重复了试试看。耶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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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分钟。妈的，被骗了！恭喜好，恭喜好，环节进入惩罚环节。我知道游戏是这样子的，是不可以跟太常人玩，不是讲谁会输谁会赢，你知道吗？我真的不知道主持人输是什么意思，所以他们那么赢的那一方帮我们准备惩罚的东西。不应该，我会准备，你们走开。我们就准备了这个酸柑，我们要挤成汁给他喝。我家的猫咪哦。你知道洗手吗？没有，他整手插进那个果肉里面。你自己吃一口，你舔一口。准备完毕，佩玉把这个神圣的东西交给他们。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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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说这边脚步。哎，我们刚刚因为抢地球了，快！等一下，我说三二一，一口气喝完。为什么下面有刀？准备三二。一，我们刚刚看到，一二八，一二三，开始这里，你们也可以吗？哇，哇，哦，我舔到嘴唇，舔一下就上瘾。你打算还是喝剩下的？浪费，我两杯给你喝，不要浪费，不要浪费。2018双十一买500块折扣100块的优惠，限量500份呢！你们只要在淘宝 APP 输入“同乐双十一”，就可以拿到我说的优惠。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我的 description 下面会有一个淘宝 LINE APP， 下载那个 link， 所有运费只要2.99人民币，便宜啊！我快点去买呀！我们要赢哦！有人要领养我吗？没有吧？再小声，再小声，再小声！一堆，再小声，因为谁？他刚刚有转后面了，再小声，再小，再小，再小，知道的啦。再小一点。